哎，你松开，松开！哎，不是，你松开！不是，芳儿，你干啥呀？我活还没干完呢，你要干啥呀？姐，你得救命啊！咋的了？你说呗。咋的？我爸来了。你爸来了？你爸来得报警啊！你爸来了，你爸来，你慌啥呀？姐，是这样的，我不进城打工好几年了吗？我爸就总张罗着让我回家盖房娶媳妇结婚，我不想回去啊，我就跟他撒谎说，我说我现在在公司干得可好了，我都当副总了。我爸一听高兴了，在村里摆了3天流水席呀、啊。今天就要当面感谢一下老总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胆儿多大？你还敢说老板提你当副总了？你咋不说老板又把他姑娘嫁你呢？那不是扒瞎吗？你还知道啊？所以我说刚处上没提结婚的事儿。芳儿啊，姐劝你看看脑袋去吧，你可别当我干活了。姐，你得帮我呀。我咋帮你呀？我一个给公司打扫卫生做饭的，你还能让我装老板呢？你肯定不能装老板呢。对呀，你装老板娘。芳儿，你太看得起姐了，这要让老板发现，别说你了，我都得跟你回村去。你放心吧，姐，我打听过了，咱们老板今天早上带着女儿去机场了，出去旅游了，他肯定不能知道。那不行。姐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不活了。哎，芳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我刚擦的沙发，你倒是把鞋脱了啊！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了。只要这忙你帮我，别说这个沙发了，你这个月的活我都包了。哎，对，姐就是看你不容易，也不想让你气着你爸。下个月活你也干了吧？半年的我都干了。那行，那我咋演呢？我也没装过成功人士啊。这样，姐，来。啊，咱先把衣服换上来。啊，行。你别说啊，还真挺带劲。就是穿这身多不方便干活啊。还干啥活啊，姐？现在你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娘了，那整个公司都得听你的。你得支棱起来，记住吗？记住了。来了。姐，一会儿你干啥呢？支棱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放松点，在家啥样现在就啥样啊。在家。哎，爸，你来了。快进快进快进。哎呀，这一路奔波累了吧？不累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，是吧？是，这3天的路程我1.5天就干过来了。哎呀，觉都没睡。来，你老板呢？我们老板不在，那是我们老板娘在，特意等你呢。你看，等的都躺下了。姐，你咋躺下了呢？你不够，我放松了。我放松就这样，在家。那你这也太放松了，你自然点。行。爸，你咋还躺下了呢？不是，我跟你公司里躺着唠，我就躺着呗。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老板娘累了，哎，躺着歇会儿。那个，我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呢，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娘。这位是我爸。啊，你好啊，爸。太客气了吧，这是。啊，不是，你好啊，他爸。啊，你好，他娘。啊，怎么还整一家去了呢？你俩就正常称呼，大哥大妹子就行。哎，好好，坐下聊吧。啊，坐下来。哎呀，姐，啊，说话呀。我说啥呀？挑好听的唠呗。啊，那个大哥呀。哎，哎呀，你真挺胖啊，得有300斤吧。哎呀，没有啊，收腹260。啊，哎，sorry。大妹子，啊，你个不高哈。啊，是。翘脚1.57米。哎呀，爸，这来干啥来了？有话快说呀！我们老板娘平时挺忙的。忙啥忙呀？你不看也不忙啊。老板娘啊，你不忙吗？咋不忙呢？你瞅这玩意儿埋汰的，看着埋汰。因为你来当活。不是，那个，你老板娘平时就忙这个？我们老板娘她。
有洁癖。洁癖啊，话以后快说吧，老板娘太忙了。哎，行，大妹子，我就是来想感谢你一下哈。你是我儿子一保安，你还整成副总了？你说说讲，帮着孩子干的可带劲了。哎呀，那小腰板一挺，小李一静，可招人稀罕了。当保安咋？那也是公司的重要岗位。对呀。仅次于保洁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大哥，那保洁是全公司最不好干的。哎呀，那天天擦不完的灰，拖不完的地呀，还得做饭呢。哎，那现在年轻人嘴多挑啊。是，告我中午要吃排骨，我说吃鸡肉不行吗？告我不行。哎呀，那就做吧，做完还不爱吃，点外卖。妈呀，那买外卖也不吃完的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刚才不是说保安的吗？对，反正孩子干得尽职尽责，公司都有意提拔他当老总了。哎呀，那升的是不是有点快呀？是，我也寻思太快了，先干两年副总，磨练磨练再接管公司。对，好样，随我。那个爸，你看，我们老板娘你也见着了，话你也说了，那走吧。站，你对象我还没见着呢，我来干啥来了？我这带呀呀呀，这呀。太不巧了，我对象我们老板带他出去旅游去了。啊，对，孩儿他爸带着出去玩去了，这不留我在这看家吗？下回一定让您见啊。对，这可遗憾了，太遗憾了。这啥玩意儿，来还没见着你，是太遗憾了。那行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了 那个，那我走了，大妹子。对了，那个临走前啊，你把这个收下啊。这是啥呀？这我的腿，那个不是那个我自己家养的猪啊，猪腿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礼也太贵重了。哎，贵重啥呀？自己家的啊，你一会儿尝尝。哎呀，那谢谢大哥了。没事，那就不送了啊。好，那个大妹子辛苦。快走。小芳，你在这干啥呢？站岗呢。什么？咋的了？老板娘。啊。我们老板回来了。啊。我老公回来了。那不正好吗？快进来进来。那咋整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哎呀，大哥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干啥呢？不在门口站岗，还把我关外头了。我这不是给您敬礼，顺手就把门关上了吗？你这是给我敬礼，还是要给我一个嘴巴呀？老申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那个老总是这样的，那个坐在那儿那个胖老头啊，是我爸。我爸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啊，我就想把他和申大姐在一起撮合撮合，未经您允许就借用了您的地方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胡闹，大怎么还能叫大姐呢？叫阿姨。怎么样唠的啊？哎呀，老总吧。老总。哎呀，你好你好。刚才呀我还跟妹子说呢，我说看不着你呀，可惜了。你说这还碰着了，这还原本定的出门啊，航班取消了，哎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姑娘，哎，叫叔叔，叔叔好。这个，哎呀，这姑娘长得俊呐啊，那这像爸啊，像爸，随他爸。那个，你看头回见着姑娘哈，这样啊，我得带小礼物，就这个镯子啊，是我奶奶那辈儿留下来的。今儿个给你了，爸多余了。啥？啥？爸说这，哎，不对，对，带着。好嘞，多好看，定做的一样。不是，叔，你这传家的镯子给我不合适吧？是啊，头回见面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看。唠啥呢？啊，咱也不是外人呢。是老总。在我们老家那唠嗑超过三句那就不算外人了。哎呀，这民风挺彪悍的。哎呀，来啊，坐下聊。坐。好，坐下。坐下。哎。哎呀。哎，姑娘你看多般配。站。不能这么做呀，是吧？那个这样啊，听我安排啊。来，丫头坐这儿。啊，哎，坐这儿啊。你上边去。那个大兄弟，过来来坐。坐。哎，来，一二三，坐。哎。
这不合适吧？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觉得大兄弟，听我说啊，你们得一家做一家。你听我示意，这家先别争了。既然都不是外人，我坐这儿吧，我坐。孩子，孩子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今儿大喜事儿叫我碰上了，我必须得说两句。老身呐、啊，绝对是个好人。那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，那绝对一把好手，人还特别善良。谁要跟他过日子，那得老幸福。哎，这怎么突然夸自己媳妇呢？这秀恩爱呢吧，炫妻可能显呗，那是吧？那个大兄弟啊，不瞒你说呀，我曾经也拥有过，可惜孩他娘走的早啊。我就想孩他娘在一起的时候，哎，兄弟，都过去事儿了。再说你当老身面提这合适吗？不咋的，就像他夸呀。爸，你跟他比这干啥呀？你来干啥来了？啊，对，那个大兄弟，今儿来呀、啊，我主要是想感谢你一下哈。你就说我儿子，何德何能啊，能担如此重任呢、啊？不瞒你说，我从家来的时候，全村放鞭炮，叮当的。现在这小子已经成为我们全村人的骄傲了。小样，爸啊。你们村儿对保安这么重视吗？是的，老总，当保安在我们村儿是每个村民的梦想。对了，我第一眼看着他，就觉得他是这块料，天生就该干这个。哎呀，你给我站起来，跪下！爸，你听我解释。忘了，从今以后这也是你爸了，叫爸。叫。这是干啥呀？这不早晚的事儿吗？你上一边去，去。那个大兄弟坐。孩子，哎，叔家啥说的没有？以后你想咋地咋地啊？大妹子，嗯，放心，以后孩子进家门呢，我一定拿他当亲闺女对待啊。好，肯定的。那个大兄弟，虽说俺家条件没你家好。大俺家也算是十里八村的养猪大户了，别的不敢说，猪肉管够。你看这事儿还能定下来不？啥事儿啊？在家说着不算。你看这事儿咱能定下来不？嗯，能定。儿啊，我终于看着你这一天了。不是，姑娘，啥事儿就定下来了？我也没太听明白，就听什么猪肉管够。啊，老身不管食堂嘛，说的进货事儿啊，定了。大兄弟，这事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哎呀，啥也不说了，我现在就回家张罗去，咱流水席不能断。啊、好，还摆流水席啊？一人发多主，还咋咋地？哎呀，你别激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。喂，啊，今天能准点下班了，是不用接我。行，晚上我给你回去再做饭啊。好嘞，老公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那个，他怎么还有老公呢？这事我不知道啊，我没问过呀。大兄弟，你别激动啊，你啊。我激什么动啊你？你可别上火呀，我上什么火呢？你们看，不是，你有老公，你还在这跟他相亲？你什么相亲？哎，喂，过来，这，啊，咋了？漏了？什么玩意儿？相亲？什么玩意儿？相亲？她不是你媳妇吗？她就是公司的保洁。哎，你说来，保洁是怎么事儿？保洁？爸啊，保洁就不能是老板娘吗？相亲呢？你有老公就不能相亲吗？什么亲？你说啥呢你？你把我说成啥人了？哎呀，其实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方来城里打工，他爸就想让他回村结婚去，他不想回去就骗他爸说您提拔他当副总了。他爸这一高兴就想当面来感谢您，这不就让我装一下老板娘在这应付一下，我可是良家妇女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。不是你
我为啥让你回去啊？啊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在城里吃苦受罪，知道不？现在咱农村多好啊！爸，那我不想趁年轻在城里打拼几年吗？等你老了给你接过来享福啊！我的妈，我指着你呀、啊！家里的七八十头猪，我指你啥呀？老总，对不起，我去辞职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老总啊。放任孩子本性不坏，您再给次机会。小芳啊，当所有人只看到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，只有父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今天这个事儿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真的吗？但那保安，你别干了。那我还是走吧。走什么走？我说保安，你别干了，转行干销售。你不是有这个志向吗？你不有这个决心吗？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但至于你能不能当上副总，那就得看你自己了。谢谢老总。你呀，这是摊上个好老板，知道不？我问你，你和那丫头处对象的事儿没骗我吧？这事儿是真的。啥？我啥时候和你处对象了？我咋不知道？我单方面处。还单方面？你想的美！你想跟我姑娘处对象，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老孙呢？啊？今晚多加几个菜。好。大兄弟，我见你面我就投缘。我今天必须得陪你喝两杯。咱喝酒是房、啊、来一趟不容易。你肯定还有事骗我，是不是？他肯定还有事骗我。真没了，大哥。小保安，这个镯子怎么办呢？那我爸都把它送给你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往回要啊。我倒是挺喜欢的，不过我不白要别人东西。晚上。请你看电影吧。我哪有时间呢？我不转销售了吗？你没听着咋的？真是个傻子。傻子？你骂谁呢？回来。